各位冷静一下，我老婆真的很适合你，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。真夫妻就是甜，果果和范江燕峰带上我们恋爱吧三，重温当年的恋爱感觉，享受难得的两人时光。你看一下左右边，哇，这是那个我们很久以前去过哎。对啊，而且是你带我去的哦。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狗狗，所以就很用心的准备了这个桥段，觉得很棒，很喜欢。等一下，你要被吃了，太喜欢你了，太爱你了。好了，等一下，不然各位冷静一下，我老婆。我老婆，好了，冷静一下。你有耳朵。哎，我也有耳朵。不是同类。我也有耳朵。就一心二用。OK。一心不能二用。OK。好，你会三心二叶吗？我不会，我一心一意。哎，他这个是什么茶花？哎，你怎么可以那乱拔？草，这不能拔吗？这是茶花吧？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很适合你。这边。傻眼。你不要动。你如果第一次约会这样，我就会不会跟你。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好傻眼！我帮你拍一张，我帮你拍一张。那很适合我们的。老夫老妻。对。好可爱哦！哎，不然我们做对方好了。好啊。怕你不敢。我怕出来会变成四不像，但我觉得老夫老妻很可爱。在路上看到老爷爷老奶奶牵手在散步，然后我们就很常说，哎，你看这样子，我们老了也要这样子，这样我们就很常讲这种话。你看到这个东西马上反射到未来的我们，然后我们也想要像这样子这么可爱的，就是坐在那边一起看风景。但我比较好奇的是，当初你是怎么被我吸引的？就很贴心吧，很蛮贴心的，就是有点像木头，但是又有细心的地方，可是我有，对啊，可是我有，就是你有点贴心的木头，对，就是你，我是一个贴心的木头，没错。那我勒，当然是笑容啊，就因为笑容，你太容易个性啦，个性当然是最主要的啦。一开始不可否认，一开始是被你的外表吸引。好肤浅，没有啦，正常都是，我也是被你的身高吸引的啊。身高，哎，他其实很常跟我说，一开始看我会觉得，哎，我可能笨笨傻傻的，但其实我做事情起来是比较有想法的。他也会觉得说，哎，那会想要跟我一起学习变好的感觉，也是蛮开心的，就是有这样可能会欣赏自己的另一半。刘海做得很好哎，是不是？而且我觉得我整体最满意的地方是你的眼睛里面有星星。我的眼睛里有星星吗？对啊，有啦，有像吗？是不是很漂亮？那你看一下我的，真是，等一下啦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我刚才太赶了，我就把肉松那点一点。所以今天难得安排了两个很棒的行程，又是狗。又是吃，一切就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。没有，我人生中最重要的，我不要跟你讲，我不要跟你讲那种干话的机会。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是，你不知道什么啦？是你。我感受到你的用心了。